病患这种理由挂急诊，被医师巧妙化解。他其实一开始来主诉，他是告诉我说在家里半夜睡不着觉，师傅去他住的地方看。那个师傅就跟他说，一个临界的小朋友他在找妈妈这样子，所以会比较吵闹这样，所以你会睡不着觉，你这个地方有问题，临界的朋友进来会出不去。我一听完之后就跟他说。当下看到病人瞳孔放大，他就到阿姆尔家去过夜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